浩今年9岁半，是映秀于子溪小学2年级的学生。他所在的班有31名同学，灾难发生后只有10名左右的孩子逃了出来，而其中的2名就是眼前这个瘦小的孩子背出来的。我是被坐在那个走廊上压下来，有2个同学压在我身上，我就使劲的拔出来，又把我们同学拉出来，2个都昏迷的，我把背出去，拿给校长就把拿给他妈就把背起走了。你背得动？背得动。你背了一个出来，还有转身把那个又把他那个抱出来，抱起那个校长又把那个走了。哦，我2个同学出来是吧？嗯，都是我们班上的。你们是男同学吗？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当时已经昏迷了。嗯。当时你受伤，当时膀子都动不到，你怎么背得动？还先没走，是背他们2个走的。救出了2名同学后的小林浩，这时却再也找不到爸爸妈妈了。14岁的姐姐带着他和妹妹，深一脚浅一脚的逃往了都江堰。从映秀走到都江堰，你们走了好久的时间呢？走了7个小时。我去，当时路都不通了嘛，你们是走哪条山路下来的？走那个小路。山路啊？就是小路，那个是桥底下那个路，那还有一条路。到目前为止，林浩与自己的父母还没有联系上。在这个9岁半的孩子身上，我们没有看到慌张与不安，他的勇敢鼓舞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灾难只能摧毁我们的房屋，却无法摧毁我们民族的坚强。